偷偷的偷啊，太快了吧，是狗狗吗？这上啊兄弟们，又来了，最近总是做同样的噩梦，梦到我被关在笼子里，久了会变屠夫的食材，我已经受够了，我要逃出去。OK， 我们上去了，然后嘞，滑过去之后我就回不来了，我怎么直接卡关了？好，我们开门吧。好好臭！哎呦，他们都那个了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手手，哦，这是勺子，好，我把它捡起来，捡勺子了。然后还有什么？感觉桌上会有东西可以拿、欸，我们看看能不能上去吧。那你现在还是让他们捡，我再慢慢挖。哎、欸，这个可以搅拌啊。哦，有钥匙了，我们可以出去了。有了，有了，我马上找到了，好不好？然后直接开锁，来了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一只可爱的狗狗，这是狗狗吗？这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一只可爱的狗狗，这是狗狗吗？狗狗，这个是什么？电锯。哎、欸，什么啦？哦，所以不能碰那个人啊、哦。好，我们进门吧，小心不要被他发现。哎、欸，不能被发现。我偷偷的，偷。啊！太快了吧？啊，这样怎么过？那里有销毁？哎、欸，没有了。我们直接去他后面，不用等他，直接过去。哎、欸，不能过去他那边啊！打开，打开，打开，打开！好，进去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啊，好不好酷？好，我们慢慢走。有斧头哎、欸，这斧头是可以拿的。好，我们斧头要干嘛？应该就是拿这个道具而已。嘿，看不到我，我就只有一个斧头。砍那个人，真的、哦，我直接上哦，上啊，兄弟们！这要用滚的过去，要用滚的才可以。卡关了，斧头的问题吗？那个斧头干嘛？开锁是不是？还是我们重开这边门？主要是我在想那个斧头能不能劈开那个锁？哎，或许可以用什么东西打开？斧头是不是拿来劈这个？用斧头开，对啦。走，去拿斧头、哦。我大概知道了，刚才没有看到那个东西，不要给我转头、哦。没看到，没看到，没看到，没看到。哦 ，nice。你是我庇护下的小生灵。再跳这边。斧头嘞？哦，拿完了。我还趁他不注意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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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 OK。他真的没有发现我哎。来喽，开锁喽。他开始打狗了。上啊！看我，哎呦，他会砍嘞、欸，他会砍嘞、欸，好帅哦、喔！他只砍一次而已、喔，这搞不好等一下还会用到，我们先放着。哦，有存档点，不错，这应该要上去。哎、欸，有跑酷的感觉哦、喔，应该是要跑这个，这应该是可以爬上去，不知道拿什么，反正我就是先上去就对了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里怎么走？哦，这里不会顶头啦。哦，卡斯就，哎、欸，狗狗来了，狗狗来了，你看下面有狗狗，不要被狗狗吃掉，等一下有人被狗狗吃掉。然后这边就是吃瓜的地方。好，我们继续走吧。然后嘞，乖狗狗，啊，完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下来了。你看狗狗嘞，哎、欸，狗狗不见了。哎、欸，它好像是要有把什么重物丢到这上面，然后这个拉起来啦。我好像大概了解了。OK， 喝掉，我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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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我喝了。喝掉会怎样吗？没怎样啊，还是我们要跳到这个上面啊？跳错了。哎、欸，有了，有了，下来了，有哎、欸，有，拿钥匙，赶快拿，帮我拿，帮我拿，一定要有一个人在上面，轻轻松松。我们拿个斧头，哎、欸，斧头不可以拿。然后接下来有什么地方需要锁的？哎，门在动哎，里面被上锁了。它是我们要去这个地方啊！来来来来，我知道我知道，我们刚才不是经过的时候后面有一个门被锁了吗？还记得吗？要走去那侦探小宇宙，
然后解谜图简简单单，好不好？为什么还在切菜？这个。这个就直接开。哎，不是这个，好吧？那应该是后面那个。对对，在你们后面那个有没有开了？哎，有点暗哎，等一下，你先走好不好？去吧。我们要干嘛？找一下有没有怎么越来越红？哎，其实我们只要过去就好了。上面没东西。哎，这有个洞哎，老鼠洞是不是？哎，出来了啊！等一下，三缺一啊，等一下啊，少一个啦。有一个洞啊，有一个洞，你走到底，走到底有一个门，有一个很奇怪的，像一个小烟囱的。越描述越奇怪，可以砍吗？拔，太紧了，我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，他就是要拿斧头劈这个吧，我猜。然后我们去看一下有什么道具吧，应该要又要喝可乐是不是？哎呦，好痛！哎，对啊，这是可以弹啊。应该是上去喝可乐吧，又要喝可乐。哎，等一下有人啊，为什么有人来了？那只是什么？猪吗？那你们怎么躲得远远的？那只是什么？炼巨人啊！完了，他在追人啊！啊，会不会把他引过来，然后让他踩这个啊？来来来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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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引过来给他踩这个。照理来说应该是这样，来来来来来 ，Nope， 摇晃摇晃摇晃，他在干嘛？在砍我。不是，这上面是干嘛的？有吗？有吗？没有用啊！我觉得这边应该是不错的，我上去看看。哦，极蠢哦！趁他不注意，快点。哦，有那个什么，有大铁锤，我来了，锤子，不知道我拿了锤子，然后嘞，进不去啊，这感觉是要砸，可以哦，可以哎，有，捡起来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捡起来就对了，你们死了，为什么？该不会这是锁吧？我也死了。哦，没有啊，这是下一个剧情啊，没有死啦。下一个剧情啊，只是少一个人啊，应该没有死啦。开枪，棒，有吗？有了，他不见了，过关。